我们看这个动不动拿3.1啊，你要换一个可以储存更多能量电容器了。下列何者可增加更多能量 ？A 的话，他说电容增为2倍啊，但是工作电压不变。好，啊、我们知道那个储存哈、哦，这个能量哈、哦，储存能量是等于1/2 QV 嘛。啊，你现在这个电压要不变，哦，啊、所以这个是等于1/2多少呢 ？Q 的话是 CV， 哦 ，CV 平方啊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他是说那个电容变为原来2倍啊，啊这个工作电压不变嘛，所以哈、哦、这个跟什么呢？Q 等于 CV 这个对了，这跟什么？你这个电压不变嘛，这跟 C 成正比，哦，所以这个可以达到目的了，哦，就是你电压不变，那电容变为2倍的话，那电能哈、哦、储存电能就增为原来2倍。那、啊、在我们看的这个 V 的话是说这个电容不变的、啊，但工作电压为原来2倍。这个电容不变，工作电压为原来2倍，啊，这个更增加更多了，哦，为什么？就变成4倍啦、啊，哦，所以这个的话变成4倍，所以这个哈、哦。是变为原来的4倍，啊，这个能量哈、哦，变为原来2倍而已，啊，这能量呢，它是变为原来4倍的，所以这个能够呢得到呢更多的那个能量，可增加更多能量，这个比这个还要多了，哦，这个比这个增加了更多，这个是增加为原来的4倍，啊，这个只增加为原来2倍。